光了，拜拜，你去那边坐休息一下。哇！我们是三个人的野。也太大了吧！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我们台东人的消暑秘境。真的一个人可以吃吗？这是三四个人吃的。三四个人？我们这是三个人的野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台湾客之老外看台湾。